没出门不洗头，但又想保持头皮干净的秘诀。嗯嗯，在家还用干洗法也太好笑了吧？就去厕所洗一下比较好呢。不要这么懒好不好？但我个人就是没有出门，我也就是没在洗头啦、啊。你就让他在那边臭啊，在那边油无所谓啊。反正我就整个头皮都会上一大堆那种生发液嘛，我刚刚不说就会让它凉凉的，所以其实还好啦，凉凉的话就不会觉得头皮有多痒的啦。其实我是主张每天洗头的，因为空气中还是有非常多的灰尘啊以及细菌。但如果防疫在家，你真的只想要两天或是三天才洗一次头，那不妨就从现在开始试试看日常的头皮保养，你会发现出油以及掉发的状况改善的非常多。还有最后记得哦，如果你真的只想要两天或是三天才洗一次头，一定要每天换毛巾，用干净的毛巾铺在枕头上，可以避免汗水以及灰尘附着在那个枕头套上，变成细菌的温床。这问题抓回到问题的根本，日常的头皮保养。头皮的皮肤跟脸还有身体的皮肤是一样的，细胞24小时都在做新陈代谢，所以头皮每天都会生成一些老废角质。所以我每周都会用这个甘草次酸角质净化液去去除我头皮的老废角质，还有畅通阻塞在我毛囊里面的油脂。那每次洗完头之后，我一定会搭配他们家的这个控油的头皮保养液，洗完之后我会均匀的喷洒在我的头皮上，并且做按摩。我按摩的话，我会用这个梳子去拍打去敲打，用按摩的方式去梳。一方面呢，它可以活化我的头皮，也可以减少我的头压。最后我一定会用这个滚轮，这个滚轮其实大家都是拿来推脸按摩用的，可是我发现它有个用处真的蛮好，我会拿来推我脖子跟头沿的这一块经络，我会这样由上往下推，因为我想要把那个气排掉，可以畅通我的经络。我发现这样子呢，晚上也比较好容易入睡，再来就是很比较不容易头痛，然后也不容易头昏脑胀。睡眠品质变好的话，早上起来你会发现头皮的出油量也会减少。聚集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干洗头粉、干洗头液和干洗头露。在家里呢，还是尽量保持通风，不要有闷热让头皮流汗的状况。那最主要呢，还是从日常保养做起。那就是饮食方面，避免吃辛辣、油炸，以及抽烟、喝酒，它这样都会让我们的头皮继续出油哦。接下来我要来分享，就是我平常怎么保持我头皮干净的小秘诀。首先呢，我就使用这个茱莉亚的甘草次酸角质净化液。那它不但呢可以调理你的头皮，而且去除老废角质，以及它没有添加任何药物，还有皮肤科医师推荐哦。好，接下来呢，我来分享就是我是怎么使用这个东西。那首先我们打开之后，它是一个尖尖的这个口，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在我们头皮先点滴的方式，就是把它点上去，要整个头皮都均匀的有点到。然后等一下我们先不加水，我们先整个点完之后，直接用干洗的方式。好了之后直接先搓，其实在搓的这个过程呢，你很容易就可以把你的老废的角质代谢掉。那我平常自己的话大概会先搓个1分钟，然后之后等待5分钟之后，然后再加水，然后像正常洗发流程一样把它清洗掉就可以了。但是这只是第一次洗发，我不建议这个方法用2次，第二次的时候就用正常洗发流程就 OK 了。虽然是不洗头，但是如果你要选择洗发精的话呢，如果你的条件不是属于烫过、染过或者是漂过的话，建议不要选择高效型保湿的洗发精，建议可以选择茶树、柠檬、薄荷、迷迭香这种清新舒缓的洗发精来使用哦。我要推荐的是来自澳洲的有机品牌，叫纯净之男。我长期因为工作压力、睡眠品质不是很好的关系，导致我的头皮非常的容易出油，所以我洗的是他们家的清爽系列，可以抑制我的头皮油脂分泌。而且他们家的洗发精是可以拿来当沐浴乳使用的，
最近大家都在担心疫情，但有时候我们还是必须出门去工作，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马上洗澡。这洗发精里面它还有茶树、薄荷，有加利叶精油成分，可以达到杀菌的功能之外呢，还可以提升你皮肤的免疫力，避免粉刺以及痘痘的生成。而且他们家的护发素是我觉得最特别的，因为可以拿来当身体乳使用。我发现我身边有许多的朋友都有背部长痘痘、粉刺以及毛囊堵塞的问题，其实绝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护发素太过滋养所造成的，只是他们都没有发现。因为护发素是最后才冲的，当这些水碰到你的身体、你的背部，你又没有特别去把身体冲干净的时候，就很容易造成我刚刚讲的背部长痘痘、粉刺或是毛囊堵塞的问题。所以像他们家洗发精可以当沐浴乳，护发素可以当身体乳，又比较清爽，然后又添加一些有功效的精油成分，是我最近真的蛮喜欢用的一个商品。而且他们家还有不同的系列，是针对不同的发质以及肤况所设计的，蛮推荐大家可以去买回来试用看看的。疫情时间呢都不能出去玩，所以呢我这一次是要来分享我的头皮 SPA 手记。那首先你要先准备像这种的按摩梳，那按摩梳的挑选我自己是喜欢就是这种木头的，因为我觉得塑胶的它梳起来的效果会比较有点痛痛的，所以我会觉得你可以选择这种原木的梳子，然后它会比较弹。第一个我先示范就是梳发式，就像梳头发一样，第二个点压式，你可以发现就是我按摩的路线就是由中心然后到侧边，再从侧边到另外一头的侧边，第三个是摇摆式。好处呢，除了它可以提振我们的精神，而且它可以活化我们毛囊细胞，促进我们头发增生，再来就是它可以让我们的睡眠品质提升，减少失眠的状况哦。头发是人的第二张脸，外在保养好了，内在当然也很重要，饮食是很大的关键，吃错东西有可能会造成身体的负担，抵抗力下降，严重点甚至可能会掉头发。像我每天早上啊，一定都会喝一杯自己调的黑芝麻豆浆，因为头发里面有80%是蛋白质所组成的。好的蛋白质是头发的助长剂，黑芝麻里面含有微量元素，可以维持发色。另外，我会搭配生菜跟坚果，淋上橄榄油，因为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还有 Omega 不饱和脂肪酸，可以抗氧化，还可以强韧发丝。像我们一直以来都是把自己当女明星在保养，所以我每天早晚都会吃这个，像欧美非常红的维斯塔魔法素，这个是许多的专业医生、美发师人还有女明星所推荐的头发健康食品。因为拥有丰厚的头发、强健的发丝，在镜头上才能更显得青春洋溢，更能凸显精致美。维斯塔是一种专利海洋生物复合蛋白补给品，能促进头发生长，而且它里面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B7、锌、原花青素、维生素 C， 可以强健头发，使头发变粗之外呢，还能给头发非常好的成长能量。好啦，就是最近我防疫在家的一些小小的保养秘诀，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分享。如果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下面讨论起来哦。记得订阅 Vogue YouTube 频道。好，那我们下次见，拜拜。